下轮金曲竞演环节，我们将放出6首歌的席位，请看我们后方的红蓝黑板。红色的板块是合作方式，合作方式有两人合作与三人合作。我觉得让我们的国际友人先来吧。哎呀，张小龙。好。哦，两个人，我想跟彭佳慧老师。想合作的歌手当然是彭佳慧老师，因为刚才看到他跟张碧晨唱完之后，我就彭佳慧老师声音跟我的声音可以搭配，可以吗，老师？当然可以，谢谢老师。好，接下来两位将抽取你们的出场顺序。不要第一哦。你不要第一是吧？他就给我那么压力了。你闭眼一下，闭眼。第几啊？是什么？老师。你来丑吧，可以再来吧。挺好的，挺好。你今天我跟贺野第一，对啊，不错啊，没有什么压力的，对。对，没有压力，因为你前面没有比你唱的好的。对，我今天就这么想的。哎，我前面没有比我唱的好的。反正横竖都要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的歌。耶，谢谢谢谢。好，接下来佳慧姐抽取你的合作形式。哎呦，两个人。又是两个人。我已经跟碧晨合作了。闻出来了，不想要旧爱了，看出来了。没有了，旧爱还是最美的。好的。要不然我可以先跟你一起唱吗？想要第二吗？不要再乱讲，这个说什么就会中什么。那你想要几？只要不是第二。我觉得佳慧姐来了，多少得压个台吧，是不是？第6。一头一尾多好啊，是吧？唱完第一首啊，然后就休息。可是我也不想休息那么久。不要第六，不要第六。确定？你确定？我觉得。您就应该压个台。我这个手，我们的歌第6季6666666666。你不喜欢这个位置啊？我没有很喜欢双数。导演，这个，你知道有些歌手是有自己的个性的，这个我控制不了哈。要求好多。好了好了，可以。谢谢佳慧姐，谢谢。来吧，就这个吧。啊，又是说，我跟那个碧晨是稍微熟悉一点，也没有很熟，是没有很熟的，但是唯一的就是有一起。没有，开玩笑。尝试跟女生的合唱，男女对唱，和谁可以有可能会产生金曲？碧晨这是多少大爆款的这个 hit song 的这个原唱是吧？有没有幸跟张老师合作一次？跟我唱，好呀，同意，我来了。张老师，你选一个位置吧。我都行，你选吧。随便选一个吧。三号。哎，还是我跟你们换。你跟我换第几个？换第一个是吗？不是，第六个。要换第六个，会不会就是我都在那里？要不你俩唱。我退出，他俩唱一首3的，唱一首6的。我可以的，3很好的一个数，耶，说得好，好，两个人的，好多双人合作，有3人合作吗？有，那我就选新城吧，好不好？行，
吧。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哇，这个很亮眼哦。来一个唱演舞台。音乐剧。电视剧，对。啊，音乐剧啊，那也行，行，没问题。音乐剧，嗯，行，可以用音乐剧的方式表达。对，你想第几个唱啊？第几个？我这。大家对于顺序都这么在意啊？第几个唱不都得唱吗？对呀、啊，就随便随便抽呗，是不是？哎，第五个。第五个好。好吧。好好。压轴。OK。那你继续啊。OK， 再有没有三个人啊？你想唱三个人的？我这不是，对吧？整一个。哦，你们真的想要整一个三人舞？对，看能不能抽着吧。不，七个三吗？咱们这次就是没有那么多缘分，但是我觉得虽然是两个人，但我还是希望我们就是男生一块唱一下。哥，这个咱们既然都是同一个系列里出来的，咱们都是振华来的，对，都是振华来的，同一个系列人。那咱俩唱吧。OK， 那走吧，咱俩唱。我刚想说，陆星河跟宁阳合唱一首多好看啊！咱俩不在一部戏里，是不在一部戏里，但是我们都是振华出的，一人只有两首歌。你咋这么贪心？这样，咱俩唱，咱俩唱。我其实挺想跟贺野合作一下的，我觉得俩男的一块唱情歌挺有意思的。男男合唱就不能把分词搞得太简单，我们要有一些和声在。那我觉得这一点，新春哥业务能力很厉害，而且他很照顾我。跳个顺序吧，来吧哥。这个不会这么巧是二吧？小心哦。还有一个，我觉得二也可以了，四的可能性比较大，我觉得。four， 啊 two， 可以啊哥，我觉得二是一个好地方，而且前面只有一组比咱们唱的好的，就我其实压力很小，压力不大，比我唱的好的，就是反正很平静，觉得可以，就这个二非常好，你来吧，那你归位吧哥，我觉得啊，这个。我想合作一下咱们今天让我最震撼的希拉姐姐。中国有一句古话怎么讲，叫遇强则强。我在这几年里没有合作过国际友人，所以这次想给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去合作一次国际唱将，来检验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可以。我希望这次来到我们的歌，我也有很多成长，然后和一些厉害的人合作。当然大家都很厉害，但是没办法，我必须选择希拉姐姐。好，姐姐，接下来您来选择一个出场顺序。希拉都懵了，只有一个，我们肯定是。近段广告，该不会是四吧？啊，不会那么巧吧？是四。呵，我们将在第四个出场，给到大家震撼。谢谢。Hello everyone。Hello everyone。这里是选歌频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鹤野。你是今天的主持吗？没有。你不要让我 confuse。这是今天的来宾，希拉女士。是的。是的，老师，下一次你将和我搭档。你想逃也逃不掉。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喜欢我的跳舞是吗？刚才你没有跳舞啊？没有啊。对，谢谢，被您喜欢是我的荣幸。对，所以接下来来到了严峻的时刻，就是我们的选歌环节。好，那么我们选歌是怎么选呢？好的。啊，姐姐，不对，希拉老师，你想唱什么歌？我觉得你的声音可以，你可以唱英文的，我们不是。我可以啊，我太。还是中文。就是没唱过。没有唱过。但可以挑战一下。可以哦。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挑战。像我挑战唱中文歌就是这样的。没有，我觉得唱英文歌也挺好。是吗？对。我想一下，你喜欢什么风格？我通吃，就是我出道三年以来，我自己觉得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什么歌都可以唱。
哇哦，太厉害了，都能唱的，就是能听能听啊，只是能听，是的，好的好的。那我想问你一下，你今年几岁啊？我26岁。26岁啊，属虎，九八，都觉得哦，你跟我老公是一样大的哦，是，可以啊，这很棒，这很棒，好啊，等一下，我再想一下，如果是英文歌，那R&B 吗 ？R&B 也可以啊，或者是摇滚。摇滚，我也喜欢摇滚啊，我没有唱过摇滚。是吗？我唱过。那你有没有建议？歌吗？歌，英文歌，弟弟听的还是不多。OK， 等一下，我超喜欢 Linkin Park。啊，我知道，我林肯公园。真的吗？对 ，Park 就是。哦，林肯公园。哦，我超喜欢这首歌叫 Numb。I become so numb。就是。啊，好。这首歌 OK 吗？那我们唱这首吗？显然不是，显然要跟你们卖个关子。等一下，还是有一首歌我没有在中国唱过的。但是你在哪里唱过？在马来西亚唱过的。Evanescence Bring Me To Life。我听过这个歌。听过。这首歌有 rap 的部分，你可以唱吗？有吗？有的。OK， 没问题。rap 我也唱过。太厉害了你。Baby, I've been saying, call my name and save me from the dark。好，那么怎么说，老师，我们就选这一首挑战一下，怎么样？好的，可以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请你们。在下一周的时候，最期待我们两个的舞台，好吗？好吗？好久不见。对，像是两个人，好久。对，录这个节目上次见，我记得是在机场，不对，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好，就是那次。哦，一点不记得，你比我还老，你多大岁数？敢问个高寿？我89年。那你跟我同岁啊。咱俩同岁吗？你怎么还不记我呢？咱俩同岁吗？对啊，你真的不记得那次候车大厅了吗？看你一脸茫然。我还喝了一个可乐。那天我喝的光明嘛。对不起，就有时候就是硬 Q。其实我在去年我们特别想唱您的一首歌《龙》。龙。去年他们不是唱了吗？没有啊，太生气了，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一定要唱那个，我当时觉得那个贼好。你想唱龙？一男一女唱龙，好吓人哦。其实你还有好多好多经典好听，凉凉大爆歌，凉凉，凉凉，倒是可以，凉凉，我倒是很熟悉啊。你是愿意唱我的歌是吗？当然。那我们其实唱那种热歌没，我觉得没意思。都唱太多了。他眼里的光灭了。然后说一个就是新歌什么的。他还真不是新歌，他是我第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是2015-2016年那会儿，2016年出的那张专辑。然后里面有一首歌，我觉得其实就很可惜，就是那首歌没有被很多人听到，但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叫一半一半。没听过，一脸茫然。他那首歌是就是曲是徐佳莹老师的曲，然后词是葛大为老师的词。你放一下，你放一下，我放一下，你放一下听听。好。我先看这个。葛大为、徐佳莹。一首收藏量50万加的歌，他说，好可惜没有被很多人听到。哇，你知道这是我最高的，我最高的一个人就是50万加，就这一首。但是你还有在出专辑吗？好羡慕啊。那个时候声音好稚嫩啊，虽然声音也一样，但唱法也一点点不太一样。你现在声音变化很大吗？没有变化很大，但是就唱法、咬字、口吻变了。还气声啊？对，那个时候气声比较。你的声音又有气声，但是又很透，很神奇。
其实这歌特别适合演，我们也可以在台上演个情景剧，我们就把它改变。舞台上搞贼多道具那种。不用道具，咱们自己演。哦，什么就在那干演？对，我们有一些戏在里面，就是那个他们说特别适合咱们俩。啊。你知道吗？就是什么地狱聊天，这首歌很适合我们两个唱啊！是，我们对这个词儿也很熟悉。对啊，就是很适合。然后就我们可以演一种找寻，一种空落，一种迷茫，一种坚定，一种随遇而安。哇，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个歌绝了，这是。太适合，不过它好难唱哦，刚听好多音，它不是那种就是大流行歌曲那种很顺的那种旋律。对，因为我发现徐佳莹老师她写曲，她就是很喜欢这种有一点绕，但是又很魔幻的这种旋律。对，咱们整呗，整呗，还是这首？好的。呀。谁来了？你来了。哇，邓佳慧老师，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对，知道。刚才我在台下，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恢复。哎呦，我在台下听你唱歌，真的吗？这个歌我实在太喜欢，请坐。谢谢，请坐。你还好吗？哦，还好。我到现在还不能回神，因为 Celine Dion 这首 To Love You More 不是一般人可以唱，是吗？真的，以前我在 Pop 唱过。所以如果我的身体没有很舒服，我就不敢唱，不敢唱这首。对，但你知道你刚麦克风已经拿到这里了吗？我们外面听还是很大声，对不对？是吗？你太厉害了。其实我真的就是想把我所有的我，就是第一次我在这个舞台嘛，所以很好看，也很好听。谢谢老师，真的很好，真的。我真的很期待跟你合作，我们应该要选什么歌啊？我很想跟希拉说，你可以手下留情。哎呦，不要这样，太难了。我就是想，看你怎样，你想唱什么歌我就 OK， 跟着你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选一首，大家可能还蛮熟悉，但是。没有听过女生跟女生对一起唱歌，其实如果是中文歌，我们应该可以。你有唱过很多中文歌吧？不是那么多了，但是我喜欢张惠妹啊，还是蔡依林啊，我是没有唱过蔡依林的歌，好，要不要试试看蔡依林？可以，72遍。舞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说：“爱情像是流金。”还是啦啦啦啦啦，柠檬草的味道。哦，柠檬草的味道，对。因为我感觉好像是这首歌没有，我没有看过两个女生唱一起唱，一起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感觉会很不一样。我们两个人会不会把柠檬草唱成九层塔之类的？柠檬草的味道。你觉得 OK 吗？我愿意试试看啊。OK。但你要给我时间练习。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我也是，没有唱过的。我们一起试试看。那你可以麦克风拿到这里吗？不会的，我会一直这样。因为我会怕。没关系，一直这样。好。柠檬草的味道。柠檬草的味道。那大家要听我们唱柠檬草的味道吗？期待一下。柠檬草不是，是绿色，不是紫色。绿色吗？绿色，淡淡的绿色。应该是。要唱很淡还是？淡淡淡重，应该是这样。对，一开始的小声，然后对，像刚才的，你觉得 OK 吗？你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我加油，加油，好。我发现你眼睛眨得好慢啊。我眼睛眨得很慢吗？就是在那个鸭子脸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你是。
没有，因为我老在闭眼。我对他后来一直不睁眼了，就是摇头听。唱啥呢？问题是有什么男女对唱吗？还是什么？男女对唱的歌其实有很多。嗯、如果要都唱男女对唱，是不是有点太？对，就原本就是男女对唱的，它就没什么新鲜感。咱们改一下，改个什么？我们找一首好听的歌，我们都喜欢的。好听的歌。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手？喜欢听他们的歌的？我觉得那我们俩就唱情歌呗。可以啊。唱情歌好不好？可以啊。好不好？好不好呀？好呀。嗯。好不好？哎。好硬。你好不好？那个周兴哲那首歌是不是？对对对。你好不好？这首歌很火，其实。对，这首歌很好听。你听过对吧？听过。哎，那要不就唱这个？行，可以，好不好？好 ，OK、嗯。你好不好？好不好？你好不好？好。Okay, 好，我们两个商量要唱什么歌？因为我刚听了你跟那个贺野一起唱了一个人。对。我觉得你声音非常好听。就是比较老嘛、啊。不会耶，我觉得那个声音蛮性感。谢谢。我有直接想到一首歌啊，但我不知道你对彭佳慧的歌熟不熟悉。一点都不熟悉。真的假的啦？我其实有个小秘密。什么秘密？就是我在17年前比赛的时候唱了您的一首《敲敲我的头》，然后我一直没有提，因为当时唱得不好，所以咱们这次要不要换首别的？换首别的。哎，敲敲我的头，原唱在这里哦，我原唱都觉得难唱哎。我太难唱了，你的歌都太难唱了，而且我那种太稚嫩了，小时候17岁，就像个嫩头青一样在台上。要不要再挑战一次？我想说不要吗？好了，不要重提往事。歌是好歌，那个画面真的是不堪回首。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因为我的嗓音是偏成熟一些，但跟讲话蛮像的。没有啊，我讲话都是很清亮啊。我唱歌跟讲话声音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声音厚度很好。很好听，是，真的很好听。那我们唱一首什么呢？我的一首歌，叫做《回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行，我一杯接着一杯。对对对。不是，这歌也很难唱啊。对，而且这个歌不是男女对唱。所以说那个 key 就要变。对，我是直接脑子里面有这个画面，就想说。如果把回味变成男女对唱，你有没有信心？本来没有信心，刚刚喝了光明又被有信心了。我也喝了，对，很好喝 ，OK，、很浓厚。我觉得来了我们的歌这么好的舞台，又能跟前辈合作，又能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一起，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敢挑战的。好，而且我们的 band 很厉害，很强，我们的乐手。那我们就说好，唱回味喽。回味。回味。你本身啥性格？就是你平时你是爱人？我人啊，我人的话就是一天一个样，就看状态。有时候活泼，有时候难受，就我是跟着心情走的那种，不定不下来。嗯，主要是听你跟那个月心唱的那个情歌，就是非常的爽和丝滑，是吗？对对对，心想咱俩是不是也能唱一个？咱俩当然能唱一个，做一锅菜。其实你刚刚在唱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了，是吧？对，没想到我先选了，是吧？哎，让您抢先一步。如果是我选，我也会选张哥。哎呀，好啊。其实啊，我觉得和女生合作呀，难度没有和男生合作大。为啥呢？因为想呈现一个好的音乐，最重要的是阴阳平衡。对，就 match。match 就很难，两个男生很难 match。但我觉得我跟你肯定能。对，我们俩浴缸才刚。对。那我们也。就来首，别来首太刚的吧。是不是？我觉得来点带点小感觉的挺好的。哎，我有一首歌，这样我已经疯狂循环了。它中文叫卡人刺刺，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什么什么唱卡人？对，她叫 Cici， 刺刺刺刺啊，卡人，
Karen， 但我不知道去对不对啊、哦，这么念。我觉得他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唱作人啊，他自己写歌写得很好。他最近发布了一首叫《爱你但说不出口》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估计你应该是听过，但你可能没印象。我听名儿，反正我没听过。这咋哼啊？有啥旋律？是啥风格吗？他是 R&B 啊、哦、R&B 行啊，就有一点小 groovy 在小律动小感觉。等还是个女歌手唱的。她是个女歌手，我觉得翻唱要男翻女比较有趣。哦，也是也是。嗯，那挺好，那挺好，可以试一下。来，我们听听吧，要不？对，听听吧。OK， 接下来来到这一首我的宝藏歌曲。张哥，你听听这个，你看你感不感兴趣？哎，这歌挺，前奏很骚。那就是那种，哦，他人思祖。哎呦，其实他也挂了，他也挂点，他是有点音色。我觉得这个歌旋律也非常好，我看啊，哎呦，都会了！你刚听了一遍吗？啊！哎呦！哎，这个我觉得感觉对，是吧？这个感觉对，对，这个比较丝滑，对，比较适合咱俩。好，那么我们一拍即合，怎么样 ？OK， 非常好，那就这个，来 ，Nice。这歌我还不太会唱呢。啊？这歌你不会？我这歌听过一两遍，但是就是不太会。这歌我觉得我和声老难了。但这个歌，我觉得挺好听的，是挺好听的。我们好好唱。小泽，哎呦，你这么早来，有点早了。我就来给点压力的。给点什么压力啊？就是赶紧的。你不是还不会呢吗？我们刚第一首踩完。我快唱吐了，一半，我天哪！学会了吗？多吧，但是就是和声有点难，我觉得。是有点难。因为我是特别会容易受影响的那种。那你就不要听我的声音，我跟你就好了。我调一调，我有调一调。这什么歌？你好不好？你好不好？周兴哲的。啊，你没听过这歌？能不能继续？这个可以，这个。我坐下面听。最后你觉得我跟你唱一样的，还是和声一下？我觉得可能和声好听一些。会错落一点，我发现这还挺适合你啊，刚好音区差不多。对，我们反正唱，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你回去想想，怎么搞点事情，反正不能一直站着。你说的搞事情是什么个搞事情？搞事情就是走来走去，演来演去，看来看去啊。啊，对对对。就这么大个舞台，咱们得演点啥？我就好演。演个情景剧是吧？对，是的，对，因为会好看，因为舞台太空了，如果我们只是站着唱。你好不好？这块在，没事是不是？然后呢？前奏完了，第一句是我的。那就咱俩都往前走，然后我们俩就等会儿就会合呗，就会合，然后都往前走，然后在这儿，然后咱们最多我觉得就来一个错身。哦，可以。从哪儿错身呢？间奏，就那个间奏，怎么的？我将这是理想，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我们就是这样，一共三个你好不好？第一个你好不好，我们是互相看的；第二个你好不好，我们是背对的；最后一个你好不好，再互相看。对，就看不看看，剩下的自由发挥吧。我都想在这里干嘛？就，我们就要跳起来。行。这样可以吗？可以啊，还可以哈、啊。还行吗？感觉还行。啊，就是我刚唱错了。那你我也唱错了，我也唱错了，没唱明白。我就会把和声记住，然后一到主旋就想唱和声。现在其实他会去要想要跟你的节奏一样，所以他唱的有点尴尬。刚才就是卡你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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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点。
哒哒哒，对。要不我们就最后只有最后一句。哒哒哒。这个要同样，就是刚才他唱他，你唱你的，你俩都是很轻松自由的。但是刚才那边是他要抢要抢你的，你俩互相要抢，可是没抢住，感觉两个人都受了限制。那就我们就定好。嗯。他其实他那个原版应该就是只有到那个。陪你老，对，那个是有的，前面都是陪你老，那就是陪我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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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我也不管你了。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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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苦大仇深的？又太累太困了。你几点起的今天？我自己恍惚了，我忘了，感觉唱不进去。我在下面唱的好好的。怎么被什么影响特别大？就是音乐一大的吧。音乐一大了就对我拿。那你会不会人声太小了？你把自己人声开大点。人声还可以。哎，那后面两句你能不能帮我唱一下？就换个位置。啊，不，等一下，别乱了，等一下，就是那两句。就是这一句我老是唱的，感觉怪怪的。但是啊，我跟你说啊，因为这个它升调了，我可能上不去。我试一下，如果我能上去我就听唱，我上不去你就还自己吧，好不好？我的，那你来。试一试看看他调哪儿合适，然后要给他升半个 key 吗？海哥，你觉得？我倒觉得没必要。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半个的问题，是这句吗？升一个。哦，不是。升一个。啊！看他一脸苦闷。对。嗯。关键这句不好听，关键这句这么唱也不好听，那个又没顶上去，你知道吗？就是我勇敢，要不行拉着，你勇敢。你是高八对的，然后我这句，感觉应该顶上去，你再接后面那句就比较舒服。其实你这个地方把它写成降拉，我觉得更舒服。拉嗦发拉拉哆瑞哆哆拉嗦嗦嗦哆瑞，对，降拉是对的。值得我用未来去投降的人，我会勇敢。对，就这句。我会勇敢。好，我不知道我唱得进去唱不进去，我试试啊。没关系，行，试试吧。听着感觉。那和声不太好听。我会勇敢。我学的时候，我这句我就避开了。我会勇敢。如果不升调的话，其实那两句我们俩可以换一下。对，前面那句我是唱得进去。可以，我们可以换一下。前面那句可以对吧？对，前面的就可以。这也不算真的滴答滴答啦，你都知道我用未来去投降的人，我会勇敢。可以，我唱吧，我唱，行吗？谢谢。贺野啊，在你在舞台上竭尽全力一首非常暗黑的摇滚歌曲之后，突然之间承接这么一首情歌，对，我就觉得我们节目很有趣啊。当然这也是冥冥之中啊，大家抽签决定的。其实我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更多的在思考，因为今天听了第一个表演，就是佳慧老师和希拉的柠檬草的味道。我觉得他们俩那种情歌是那种很猛烈很冲动的那种情歌表演方式，我觉得那种其实会给人带来很直观的那种鸡皮疙瘩那种感官的那种体验。那我觉得碧晨姐和新城哥这个舞台表达上其实是隐忍的。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我觉得这种隐忍也是情歌的第二种表达方式，可能会在之后会让听歌的人更多的产生思考，也是很高级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我还没有这样表达过，所以我就在想我唱会是什么样，因为我来这来学习来了嘛。以后唱情歌可不可以用大家俗话讲就是收着点唱，
其实我觉得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作品歌手都会有不同的表达，哪怕你说像佳慧姐这样金曲等身，她拿一首她的金曲现在她唱和当年唱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唱法，不一样的情感的传递。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没错，因为每个时期对歌词的理解不同，对，用收着唱的方式对我而言是我现在必须学习的，要收着像讲故事的方式去唱歌，然后要让大家一听就可以为之动容，其实真的不容易。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唱出来这首歌的故事真的很好，我也是在这儿在学习新的东西，所以谢谢你们俩，谢谢两位带来的这个真的好听又养眼的表演，谢谢两位。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精彩内容早知道。特别鸣谢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感谢网易云音乐对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直播间。